药明生物2269 HK 是一家致力于研发、制造和销售生物药物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，也是香港上市公司。该公司提供了包括药物发现、开发、生产以及商业化等全方位的生物制剂解决方案，其主要业务包括生物药物研发和生产、研发和生产生物分析和测试服务、研发和生产基因和细胞治疗药物、研发和生产小分子制剂，以及提供生产和制造外包等服务。药明生物的客户包括全球知名制药公司、生物科技公司、医疗机构等。该公司致力于推动生物技术和创新，推动全球生物药物行业的发展。药明生物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团队，能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、高效率的药物研发服务。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，药明生物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，能够有效地引领公司发展。客户广泛，药明生物的客户群体包括全球知名制药公司、生物科技公司、医疗机构等。客户广泛，有望推动公司快速发展。缺点，受到政策和法规变化的影响，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，受到政策和法规变化的影响较大，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发展速度和营运状况。机遇，生物技术市场不断扩大，生物技术市场不断扩大，未来需求有望持续增加，对药明生物的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。全球化发展，药明生物致力于全球化发展，将业务扩展到全球市场，有望在全球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。未来展望，药明生物的未来展望看好，因为公司具有良好的研发和制造能力，可以提供完整的研发和制造服务，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，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市场。此外，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，生物制药市场将继续增长，为药明生物的业务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。同时，随着中国生物制药市场的快速增长，药明生物也有机会成为该市场的龙头企业之一。总结，综合以上分析，药明生物是一家在生物制药领域具有优势的公司，拥有强大的研发和制造能力，同时在中国生物制药市场具有一定的市场份额。然而，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市场，具有一定的地域风险，且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加大。但是，随着全球生物制药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，药明生物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。重要声明，所有内容，包括本教学视频，绝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或购买任何股票及金融产品的特定推荐意见，及或不构成任何游说或邀约，以购买、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任何证券、期货、期权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其他产品。内容亦并非就任何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、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而编制，投资者不应指内容进行投资。本网站包含的所有内容、资讯，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投资目标、财务状况以及可能使用或接收该内容的特定人员的特定需求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，投资者应考虑各种金融产品的个别特点、个人的投资目标、可承受的风险程度及其他因素，并适当地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然后别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。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快订阅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给我一个 like 和 share 一个哦。也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一个小小赞好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鼓励，谢谢，下次见。